那可不，真正的称兄道弟，真的硬称。五句为句，称兄道弟。哎，其实有时候写写歌呢，并不是说每一首歌都必须得。 就重啊，就是成为那种经典。有时候创作习惯是因为你对生活的这种记录，源于你喜欢去分享。也许你很多年之后，这首歌可能没有很多人听过，但是可能就是我跟张元的一个回忆，在这个节目，在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，它会成为你的人生中的一笔财富的。对，而且一定会被考古的。对的。对，哎，考古回来，然后那个时候大家反过来去看，整个人就会非常的立体。 然后就会看到这个人的经历，然后不仅仅是我现在表象上看的那个样子，所以就会加深对他理解，然后加深对他的了解，并且可能会更喜欢这个人。所以我觉得，其实任何时候，就像醒哥说的啊，就是大家，我觉得确实，不管是心情还是音乐，都值得被记录，是的，而不是因为他必须要有什么意义，对。